最好是定175。对。175最好是这样。对。那过一阵子以后要怎么调这个数字呢？对。我告诉你哈，要从历史记录去看。对。因为我资料很多，都没有洗。在历史记录里面，我们注意看哦，141、137、133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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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平均大概是都是在最多到144。嗯嗯。这时候我定155就很好。对。把加五，最大值加十，最大值加十，他每次都会记录我吸了多少水。对，就是跑了多那个马达跑了多少步距。对，哦，你看这个平均下来大概是100，最高到144。嗯，那140我加10就是155。对，好，所以你在定这个值的时候，就以那个为准。好，哦，就是原本预设值175，然后看到怎样再去调整。对，很多人就说啊，怎么一天好像 CW error 呢？我说你要感谢有这个设计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设计。你以前滴定坏了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？没有。嗯。有水没水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嗯，跟傻逼一样。嗯。现在有人帮着看，有什么不好？嗯。它就是有问题嘛，吸水就吸不到嘛。对。吸不到有几个状况：第一个管子堵塞了嘛，第二个蠕动管的弹性跑掉了。嗯嗯。第三个轮子打滑。对。有没有那个三个那个白色的轮子打滑？对。里面有油。对，都是有可能的，那就清一清，哦，那 error range 就不要动它，0.5就很好了哈。对，就是预设这次跟上次比差0.5，不对，重测一次。嗯，重测多少次呢？在这里决定 error try 两次，两次其实就可以了。这也是预设值。哦，对，哦，两次 less the KH 哦，这个也是重点。第一次装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鱼缸的数字是多少。嗯，一定要知道，就是要用手动先去测。对，你先去测，不然然后把它标上去就对。对，因为工厂出厂都是11点多。嗯，工厂出厂是11点多，因为他们那边的测试器就是这样。对，那如果你这个时候鱼缸跟这里一比挖差这么多，它一定给你show error 的。对，所以你就把这个值先填进去，你的鱼缸到底是多少，先把值填进去。哇靠，6.62哦，你娘的，跑那么多淡水进去了。嗯。管它，然后 ADJ 这个就我刚刚讲的校正，对，有没有？对，刚我讲的校正，比如说，欸，我用 Solive 测都是8，我用 Hanner 测也是8，啊，我这台测是7怎么办？你就加1，嗯嗯，就加1，如果减的话就减写负号，嗯嗯，好 ，Enable Auto。M 版没有这功能 ，Enable Auto 要不要启动自动补偿功能？就是自动添加小苏打，零就是不要。对 ，KH Auto Correction 这个很重要哦 ，M 版和那个 C 版都有这功能哦。就是你希望机器自动帮你维持值大概是多少？ 7.4， 但它实际上不会是 7.4，嗯，因为它每次测到都是已经消耗完的时候。嗯，对，这样了解吧。然后我会帮你补到 7.4。嗯，就是你每次帮我补的时候补到多少？好，7.4。那 M 版为什么也要是功能呢？ M 版不是没有小苏打泵吗？为什么还是功能？哎，我告诉你，马上要推了盖板控制器。嗯，那我现在不推。嗯，有道理的，支援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盖板控制我会卖的很便宜，跟那 Apex 那个一样，我都会卖的很便宜。那个没有在赚钱的啦。啊 ，MLQ 哦，这个很重要。MLQ。每次帮我自动添加多少小苏打？嗯，好，嗯，的限制量，最大限制量。我怕一次补太多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这 MLQ 怎么来的哈？我都是根据这里来的，也是根据历史记录。我会从历史记录看 AK 这个值，就是表示代表了多添加了多少小苏打。他会去计算的。他会把你记录在这个地方，把记录是不是最大值？然后每次补最大值如果没有不够，那我再看过去大概都是7啊、15啊、16、11、20、23，嗯，这样算起来我大概35就很棒了。就是你再怎么多都不准过超过这个数字，它的意思就是强制保护。对，嗯，怕一次补太多。对，那怎么计算呢？你说你鱼缸的水你要告诉我。对。水量是多少？你一定要跟我讲，我才能去计算。嗯，鸟哦，
啊，先个迄只机机关关机机关关乱吵，就把它写零，嗯，声音就关掉了，嗯哼，好，后腿这个知道了哈，这个就不用调，不用，他们这种不要调，嗯，那个 NTP 就给它写成零也可以啦，嗯，好，那个零的话就不跟网络对视，它开机会比较快，哦，好，但是就是别人说就是由那个面板去控制就对了，对，那这个地方，你一定要把时间校正对哦。如果你把这里写零，你这里要手动去校正它时间哦。嗯。好，日期时日年月日时分。哦，它就不会连上网络去对时间。它会去查 KG 里面的电那个，它有个自动时钟。嗯。记好日期不对，我发觉不对哦，我发觉可能不对哦，就不记录曲线图了。哦，它就没办法对应那个。就没有曲线图了。哦。因为曲线图一定是 based on 上啊那个它那个往上去堆的。好、哦，好了，这讲完了。还有别的没有？那个网路的部分呢？好，网路部分来，你要不要 DHCP 在这里决定？嗯，像我 disable 的话就不 DHCP， 它就用固定 IP。哦，但是要重开机才有效。所以我现在如果在它的同一个区段内，我这边 IP 固定设定以后，每次连线就是都用这个 IP。对对对对 ，disable， 所以就要把它关掉。对啊，如果你把它打开，它就是跟着对对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所以你找不到它在哪边、哦。现在支援这功能了，嗯，那好了以后就把它按 save， 重开机才会生效。哦、嗯，好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这是分位 upgrade， 这个先不教。嗯，好，这个就是这用不到上传软体新的软体、嗯，没了，讲完了。对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新版就是多一个功能 chart 嘛 ，line chart 就是这样子、哦。线路图啊。对。嗯。那这个应该用，暂时用不得。对啊，曲线图大家这样看，那你可以放大、啊。嗯。对不对？或水平放大也可以。嗯、好。那、啊、这你说这暂时用不到，这那一般你们只会有一条线，你们不会有两条线，嗯、因为两条线是我有工程的目的在用的。嗯。好。哦。大概就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屌。